跳的是 love shot。哇 ，love shot 是一个非常 crazy 的舞蹈，你们要跳出那个性感还比较难的。很遗憾，我没有跳这个舞。来吧，我们听一下，看一下吧，看一下你们对着我们来跳吧。就这首歌吧，最重要就是那个 wave，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歌的灵魂啊。那把枪从这里上来，到最后到这儿来的时候，那个这个歌的灵魂就在这里的时候，你们所有的人都是就会有点怪。我带你们 wave 来，这个动作是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就到这儿是吧？你看啊，嘟嘟嘟嘟嘟，对。他这个就是 wave 啊，你们就练的时候就练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就这样练练练就好。这就是基本非常基本的东西，然后多看多看视频里面别人怎么跳的，然后你按照视频的那个跳法，他们的那个跳法来学一下，有挑战，确实有挑战。老师，就唱歌的时候，就动作做大的话会不稳，有什么？我来跟你说一个比较实战的方式哈，你比方说刚刚就你那段，你先不要唱，你跳。五六七八，咚。好，到这里，好，就是这一段哈，第二遍再来，第三遍，还是不唱。好，第四遍来，好，第五遍来。现在开始代唱第一遍，会，不要管破不破音。凭栏目光，只是中定决，风里迎接，自上的虚伪。就到这儿啊，第二遍。凭栏目光，只是中定决，风里迎接，自上的虚伪。沉默成为青春的机会。好，第三遍。凭栏目光，只是中定决。风里迎接此生的虚伪，沉默成为。好，可以就到这，就到这。好，第四遍。好，就到这。好，最后一遍，来。风里迎接此生的虚伪，沉默成为。好，可以了。就是现在你越来越好，你在唱的时候它越来越放松，声音越打越开。这体现出两个什么问题啊？第一个问题，你对动作其实不熟悉，对动作你是会怕它忘掉，所以你在控制自己的动作。所以为什么让你一直反复的练习这个舞蹈，当你舞蹈越熟悉的时候，你就越不用想它，肢体它自己肌肉记忆它就出来了。但是如果你的舞蹈不熟的情况下面，你要管舞蹈管动作管气息，你管不到，分心。对，分心了。好，再说一个，你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在这一块的时候，因为你如果把动作都做那么用力的时候，随便谁都会抖啊，因为你的气只有这么多，你要自上的虚伪干什么呢？自上的虚伪就这样过来就行啊，对对对，就好一点，好一点，好一点，一定要100%的熟悉舞蹈，才可能唱跳，才可能去拿第一嘛。作为 PD， 我真的很抱歉，因为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一直陪着你们，然后一直每天告诉你们一些这种干货啊什么的，所以我只能做的就是我能够来的时候，我就一定陪你们，告诉你们说我的一些练习的干货。我一开始我也是唱跳，我也没那么厉害，我就是一开始练，我可能练50遍吧，50遍完了以后，我开始唱，唱个五六遍就要休息了。然后休息完了以后，我再唱的时候，其实就发现嗓子越来越开，越来越活，因为我对动作越来越熟悉。有时间多练基本吧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还是蛮棒的，加油！不去调你们分数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我希望有的人会，就比方说老师觉得说，哇，你贴了个8，你贴了个9，你贴个6，觉得，哦，你这么厉害吗？那我要以8的角度来看你们。其实你们把分数有时候贴低的时候，其实对你们来说是有好处的，就是 humble 嘛，就是这个谦虚嘛，这个还是得有的，好不好？加油了，希望以后越来越好。你们是准备的是什么舞台？好啊，那看一下。哎，我坐到中间来看吧。哦，你细看，我们有几年没见了？2年。还是可以，慢慢越来越好了。敢唱，这个我觉得挺好的，就是。大声的唱出来，这个比啥都重要。这首歌呢，确实是蛮好听的啊。啊，对，因为现在编曲换了嘛，所以其实你们的热情我能感受到，但你们集体的这个整齐度啊，其实是不大够。特别是你们麦如果在开的情况下面，就是不要那么多人唱，2到3个人唱，然后其余2个人呢就躲一下，
然后在某一个地方的其余的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唱，然后刚刚唱的那两句的人躲一下，这样的话组合在唱跳的时候，你们会可以把舞蹈跟唱歌两块都可以结合的比较好。提议啊，就是真正在表演的时候，一会儿我再看一遍，你在表演的时候先把心态先放平平和一点，放平一点，真的。好久没有见到，我要你们那个想表现给我看的所有的那个冲劲全部在里面，就一顿乱打了，就其实不好看了。哦，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这舞台有时候舞台会小一点，有时候时而舞台又大一点，不要因为舞台的大小去说，哎，我跳不了啊什么的。就以前我在跑活动的时候，我们组合人也比较多嘛，就可能也就你们这么大的舞台，可能就从这边到这边，你想想怎么站，那也得跳，对不对？我们去适应舞台，不是舞台适应我们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再来一次吧。You can call me. 比刚刚好多了。我有两个地方的提议啊，可能在舞蹈这块，我可能有一个意见。就高潮怎么跳，你们跳一下那个。一二三个，就这个动作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鬼？你还站在最中间，所以这就不行。好，就抓你抓好，你抓个裤子给我看看，你抓实那个裤子。哎哎，再做，卡空卡，嗯嗯嗯，你们有时间练基本吗？有时间是吧，老师？可能这个就这一块的动作可能需要调一下，然后还有一个哪里来着？你们是不是有个这个动作？是不是在哪里有一个什么？哦，这个，这个到底是什么？老师，你给他们试吗？看老师，你们看刘青老师做的跟你们做的有什么不一样？它是一个后动作，因为过得很快，你别想这个动作要丢掉，不能丢。这个动作就是没有 pop， 没有 pop。上课的时候呢，你们都要按照就是上舞台的标准，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首先第一个啊，我们在这个里面这个培训的这个时间其实很少，真的很短，可能你到外面去都找不到这样的老师。好老师，对，刘俊老师也好，谭老师也好 ，Franklin 老师也好，娃娃老师也好，还是我也好，大家聚到一起为了你们服务，你们最后面对的那些评委说你们什么，我们也一样的不高兴。你能懂什么意思吗？懂。所以就希望把你们搞得特别好，特别完美这个舞台。我觉得就几个我调了，我觉得这没什么很多调的，都是那三个动作调一下就好了。